这个凉亭里啊，我准备换几张很舒服的椅子，醒了呢，他们工作累了，可以坐在那边乘凉。还有啊，我打算在这里建筑三个展厅，其中一个呢是李师傅他个人的绣展，还有一个放他之前一直珍藏的做的苏绣精品，还有一个会作为你师傅的客房。 你觉得还有什么说漏吗？我觉得你怎么想的这么周到啊？那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幸福？嗯，行吧。怎么那么不懂得满足啊？你又督我。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嘛？哎，对了，采风怎么样？别去啊。你不是要来这儿监工吗？ 幻彩云烟本身就是公司很重要的项目，你又是设计人之一，所以陪你采风也是我的工作之一。而且，我还得监督你。嗯，被你监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。 逛了大半天，有没有什么灵感？你是不是想偷懒跟我出来约会啊？那是不是你陪我这么久也不说累，是不是想让我请你吃大闸蟹？那你请不请啊？看你表现呗。你需要我怎么表现啊？嗯，这个你要自己动动脑子哦。 灵感这个东西啊，它不是说有就有的。嗯，创作呢，就是一个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。只要在创作过程中呀，就没有绝对的满意。若有，也只是一个时间点或者是时间段。那你觉得你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呀？水色这次用的是黑白两个极简的颜色作为主色。 再用泼墨的手法让他们两个颜色水乳交融，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一点韵味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可能问题出现在白色上，因为白色呢，它可以依附于任何的物质之上，比如青岩的羽毛、皑皑的白雪、润润的白玉，它们给人的都是白的色觉。 我记得有一个学者，他曾经认为啊，甲骨文和金文的白，就像是太阳，而锐起点。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苍茫蒹葭和凝结的白露，倒映出水中的景色。羊之水，白石凿凿。 夕阳的河水一直拍打在水面上的石头上，使石头的颜色变得剔透。白色，光的颜色，是能量，是厚积薄发、滴水穿石的能量。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灵感。哇，我终于知道水色到底缺什么了。 去，我要把它记下来。哎，啊，这怎么谢人就这么说说而已？那，请你吃大闸蟹。昨晚在家刚吃过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蟹法？其他的，嗯，我想想。嗯。 我创作呢。
哎，忘了这么久，真的是累死了，连一点奖励都没有，伤心啊，难过。 点表示都没有，还不够。 不是，里边抢救的人是消防线吗？对，我是他家属。病人正在抢救，你不能进去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当时我在网上搜了好几家，就这家还真厉害。看什么呢？没事，快吃吧。 怎么那么久？哎呀，不是用，化化妆什么。吃饭吧。嗯。今天有什么安排啊？我说你对苏州也很熟悉，有没有什么好建议？哎。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好，我现在马上赶过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一个突发情况，我现在必须要马上回趟上海。 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那里边抢救了，你干什么？来干什么？请这些警卫怎么样？抢救的没看出来啊！我问你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别急他，进去多久了？刚进去一会儿。我们先到旁边等一下啊！不行，在这儿等着。我等唐明轩过来。我刚刚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会马上过来。你让唐明轩过来干什么？ 懂什么懂啊！是你了解倩倩，还是我了解倩倩？她现在不想见你，也不想见我，她最想见的就是唐明轩。你有考虑过我们两个干什么？你让唐明轩来干什么？再伤害一次倩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懂什么？局长怎么样？脱离危险了。但是这情况比预期差得很多。差很多是什么意思？方谦的病情发展了。 而且状况下降得非常快，今天的急救只是暂时稳定了病情。暂时，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？今天能够稳定病情已经很不错了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倩倩还那么年轻，我要不我安排敖族最好的医生来跟你们一起会诊，好不好？哦，明轩哥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？开什么玩笑！不是，我说你这脑子里边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？怎么？一点都没有吗？如果说有一点的话。 那也是哥哥对妹妹的喜欢。我先去洗手间。 病人睡着了，要是醒了，别让他太激动。啊，就这样了。谢谢。放手。哎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见你，现在走。我想看看倩倩。这是我们方家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现在赶紧走。你们别闹了。唐志，我让你进去。 做些什么？现在什么都不要说。明轩哥一直在这里陪着你。